兄弟们，下午又来急活了，抢修的活赶紧去工地。上午那点活干完，心想着下午还能休息休息，结果刚工地打电话的时候，又特别急的一个活，抢修的活，让我马上过去。先把我的小包放好，放好，咱们把车打着，赶紧让热一热。来，按下驻车开关，开始打车。好的，着了。现在我们来关门，门关上。哎，我的水杯怎能躺这儿呢？我的水杯是有专用的杯架的，在这边。哎呀，车还有点凉，工地上着急得很啊，催的是吧，赶紧过去。到底是啥活呢？下面就请大家跟随我的镜头，我们一块儿上工地。哎呀，冬天这个温度升得慢得很啊，着急死了。弄首歌听，我们稍微的等一等。现在往过走，赶到工地得20分钟，估计今天弄不好又是一个加班呀。没办法，只要是抢修的活，加班也得干，加班呢是一个常态化。好了，差不多完了，热一热算了，加油门。我们准备出发，一会儿电话又顶过来了，刚才问我到哪了，我说我已经出发了。要是抢修活，那电话呢不断的打，不断的催。这歌不好听嘛，关掉去，吵的人烦的，听的大家也烦，干脆给它关掉。转过来，稍稍的给它做个动作，热热身，活动活动，咱就出发了。好了，不热了，准备挂档，走，我们先给他前面掉个头去。液压油还有点凉，行走踩着油门还稍稍有点吃力。来吧，给他掉一个头。好的，小斗给他一放。好的，兄弟们，工地着急，我们现在出发上工地。感谢大家观看我的挖机日常，我们一会儿工地见，谢谢大家。